台师大音乐学院规划多元且国际化的教学内容，我们致力整合国内外艺术资源，希望能培育出兼具传统与创新并具备开阔思维的学生，在表现自身才华的同时，也能充分展现出音乐的生命力。师大是一所综合大学，那么音乐系也提供学生有非常多元层面的学习。对师大音乐系来说，我们一直呢都是培育音乐的师资，还有音乐的专业人才为双重的目标。我们的课程在分组之下有非常多元的选择，新设的学分学程，还有这个跨域的组别之外，我们在音乐专业方面的课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备。我们最大的特色是我们应该算是台湾，不能说唯一，但是最主要在培养音乐剧的幕前幕后人才，以及行销方面还有钢琴合作的人才。这应该是在一个顶尖综合大学里面唯一这么综合性的。然后跟其他戏剧系最大不同的是，我们要唱歌课，还有再加上舞蹈肢体，不是只是跳现代舞，那个舞蹈肢体是 for 音乐剧 for 演员用的，所以其实是很多方面。那我们课程老师的安排上，除了本身自身的老师，我们加了很多夜师，就是在现在业界很多很好的演员，例如王娟老师、吕曼英老师，还有声音开发的魏世芬老师，现在都是加入我们的强化课程行列中。您所包含了两个组别，一个是研究与传承组，另外一个呢是多媒体应用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特色呢是在于，我们不但有传统的研究跟演奏的这个部分，而且呢，我们会将研究跟演奏呢加以应用跟扩张，更多的会进行有关于音乐的保存、音乐的展示，还有呢多媒体的记录。